日本文化特种简介。教学目标：了解日本文化及生活习惯，剖析日本人独特的思考方式、行为模式，以文化的观点来探讨日本社会现象。学习经由教师简报的内容及引进分享的过程，理解日本现代社会现状。借由分组发表的过程，共同探讨日本及其特色的发散话题，引导学生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输出日文化的情谊，增进师生互动，开拓宏观的国际视野。学习目标：以文化的观点来探讨日本社会现象，了解日本人独特的思考方式、行为模式。透过网络、报章杂志、书籍，研究日本人文化和其社会。参观台湾与日本的，观察台湾与日本的文化差异，充实自己的国际观。积极参与课堂讨论，掌握课堂发表的要领。在了解日本文化背景下，尝试学习日本的语言。下课中，日本是进入门。辅助读物：日本生活入门、日本旅游入门、日本四季入门，以及日本口诗寄生日本、日本自语诗、日本文化词典。课程主题：介绍日本文化十一住行、风俗习惯、节日、庆典活动、休闲娱乐、生活习惯、体育活动、教育、宗教、经济、交通与运输、流行文化等。课程内容有日本的地理、自然环境及气候、日本文化的特色：一、传统文化；二、现代文化；三、儿童文化。日本人的生活及日期娱乐三加九的生活，以及日本的节日及庆典活动，还有日本的体育、教育、日本的宗教、日本的交通与运输。接着有日本美食品尝，纳豆、日式甜点、日式卷饭、日式火锅、豆腐花。日式甜点一八，日式食品饭，公益工厂，日料厅，日式火锅，神奇平衡及标准，食堂费用五次，占50%，客房发表30%，作业20%，每节科无期中考试及期末考，学习中共有5次食堂费用。每次学堂费用各占学习总成绩的10%，每创新学后学习总成绩1分。学堂费用范围及执行，学堂费用的问题和该周上课内容相关，需要专心思想，了解授课老师简报的内容，并且注意观察引荐，就能充分掌握考试的解答及行为因事规及二选择题。课堂发表，每组成员约有3到6人，前方共计10组。小组课堂发表的题目不及但内容必须与日本相关。课堂发表前，留意重要题目，请提前告知老师。每位组员必须留有上台报告，发表完毕由其他小组发问，并参与讨论。未上台报告者，成绩以0分计算。小组课堂发表的内容，如有以用文献资料，请注明资料来源。课堂发表的参考题目：末新的报告，以上成绩一口都有加油。
按照下列项目计数，个人薪酬发放的内容：一、自己说你做管会计或面向教育政策的执行性、技术原因，或者是工人而已。